为了拯救圣诞节啊，让五亿欧洲人能够家庭团聚，从都柏林到罗马，这些制定政策的领导正准备解除因新冠这个疫情而实施的封锁，这是今年是第二次了。孔特政府呢，就是正在考虑让低感染地区的商店在圣诞节前10天营业，限制家庭聚会，必须得是直系亲属。但是这种界定我觉得有难度，所以说完全要靠自觉的话，我感觉不太可能。反正也都是上网课吧，希望利用这个时间吧，给自我充电，多学习一些新的知识，这样的话呢，时间也不会荒废。I win 谁 ？I win 好，能看清楚了，对吗？嗯哼。能看清楚吗？